哈喽老师，一个王者荣耀更新之后，这个扁鹊的台词就新增了一些啊，就他的原皮台词新增了一些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个扁鹊新增的台词。如果大家想欣赏更多英雄语音台词，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或者头条号或者微信公众号我一个解说，回复英雄名称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猜猜我的药箱里装了什么？操纵生死，愚不可及。感冒这种小病别来找我。不，师父被点了笑穴，绝世神医就在这儿。实验失败了。跳舞新型治疗法，我也不知道这瓶子里是解药还是毒药。笑一笑十年少，怎么又没有病人了？这个病得得好啊，该吃药了。